河北高中最近是喜事连连，一日选教学卓越奖了哦。今仔日佫利用校庆的机会，举办 PU 跑道佮自助教育示范中心的启用仪式。馆长李金勇嘛佮现场祝贺。这间自助教育的示范中心是全云林县唯一的一间，伊的功能是引导学生将所有的知识佮生活来做结合，嘛佮将学生伫咧生活上制作佮维修的能力。请剪彩。好，北高中甲地方的各界代表，今仔日欢欢喜喜利用校庆的机会来举办 PU 跑道的启用仪式。校长陈建良指出，好北高中旧的运动场防备刷真大，学生上课甲运动真不方便。我们湖北国中啊，地处偏僻，每当在冬天的时候啊，我们整个操场啊都蔓延着风沙，那我们真的要运动。要上课真的是非常的 不方便。另外，云林的自助教育示范中心今天也在好北国中举行启用典礼。这个中心将成为全国各中小的生活教学示范点，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我们这个创客中心呢、是全云林县唯一的创客中心。那这个创客中心它即将以六个面向来作为我们整个云林县的国中国小的示范教学。那六个面向呢一个是金工，还有木工，还有布作，还有陶艺，还有我们的这个数位创作，还有资讯智能这六面向。馆长李志宏今天也亲自到场，恭喜好北高中的全校师生，伊也期待好北高中的资源会当甲社区以及其他学校共同分享。今天的 PU 跑道的落成典礼，我想提供给我们小朋友们一个非常安全舒适的一个环境，能够来从事各项这个跟体能的活动有关的这些教学的相关的活动今天另外的这个制造教育的示范中心的落成，也是开启了我们云林县制造教育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希望湖北国中能够善加利用，同时也要扮演一个传播者以及训练者的一个角色。好北高中这座自助中心启用后，将会规划专业教师的培养训练，以及举办各种的野队活动，将这项新的学习观念推广至其他学校。记者余明伟采访报道。